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
到今天九月八号星期五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嗨，我是欧马克。今天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Amy Noda 的版本 Automatic。今天呢，星期五，我们来听听翻唱的作品。时候呢，我们会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回顾过去这个礼拜，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本周马克心想有什么大事嘞？刚刚我们是心电感应吗？嗯，还好啦。哦，刚刚那个还算 OK 而已，还算 OK， 正常的，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嗯，本周我们的一周大事呢，就是法金开团啦。That's right yo， 一年只会开两次，然后呢，都选在了春天跟秋天，就是大家季节变化的时候，会让大家的心比较烦躁、比较浮躁。然后，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有精神上面的疾病的话呢，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会压起来。嗯，对，嗯，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最容易想太多、睡不好。那只要你睡不好，对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都受到影响。其中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头发，嗯，反正头发会掉啊，会变稀疏啊，然后会痒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一些问题啊、症状啊。其实我觉得都要从这个睡觉睡好开始做起啦。是，那当然呢，如果你睡觉又睡好了啊，我们就提供就是你从外面这个外部，希望呢你不要再用一些什么会伤害头皮的这一些洗发精或者太强效的。嗯，有很多那种会说什么哦，你洗了会很凉，我洗了后你会觉得很干净，有那种很涩的那种感觉。嗯，那其实可能对你的头皮都是一种伤害。你都是短期的快乐啦，然后长期的伤害。嗯，所以呢，我们就发精是玛丽用了以后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爱爆爱爆。然后我们就在每年的三月跟九月会有团购，然后这个团购当然就会有很低很折扣的价格。然后除了价格之外，发精也很支持我们，然后会在我们的实体见面会的时候会赞助我们啊。然后这一次也会呢有给我们一些什么抽奖啊、晒单礼啊、满额赠啊。所以呢，都欢迎大家就利用我们在开团的时候去购买跟就是去使用跟对自己头皮真正好的产品。是的，所以呢，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不管是在我的脸书啊、秋人点点脸书啊、马克脸书啊，或是我们的 IG 限动，你都可以看到分享这个隐形的卖场。没有错，你如果现在自己打关键字找不到的啦，就是你一定要靠我们那个连结才可以看到里面的优惠方案跟优惠价格。前提是要先追踪我们。对啊，你有追踪吗？是 Mr. Children 的经典作品 Good Me， 这个版本呢来自于 Juju， 也是一个很多人觉得她唱情歌非常到位的一个女歌手。
讲到非常到位。前几天我在看那个，反正一些新闻平台，他们都会放一些片段滑雪，然后一直狂打到你看那些短影片、嗯嗯。我就看到你在那个 KK Bus 在放。违禁哦，我防违禁吗？就你们在后台，然后就会上来吗？违禁给好多东西、喔，真的、啊，他真的是，就是摄影什么那个记者们的爱。对啊，句句是爆点，还会先自己做个球，没有啦，然后再吐槽自己这样，嗯、真主持人真棒，怎么会觉得自己很不合格呢？而且你们穿的是不是有点像？对啊，都是灰色西装，很妙哎、欸。嗯，看来这是一个趋势，是不是？不是吧？因为那个时候访午间情的时候，然后娄俊硕就说：“哇，我们两个主持人访问我们、啊。”然后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穿的很像。”哦，这个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来自于 Marco 的版本。I wanna be a fool.
Sofino Dance 这首歌曲，他们的版本的上海 Honey 原本呢是来自于 Orange Range。 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我是欧马克。到了 Friday， 说到一周大事呢，接下来本周的一周大事应该是差不多啊，这个时期一周大事就是我要去 Osaka 玩了，我去大阪玩了，我要去 USA 大阪环球影城。哈，小子，艾米好像很羡慕你，根本就不喜欢环球影城啊！你竟然是去什么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对啊，看看你那个 key， boring。反正我在之前呢，我就问大家说，什么东西就是要玩？那刚刚玩回来的人都跟我说，哆啦 A 梦的游戏小叮当的出乎意料非常好玩，就是一定要，就算没有买到快速通关，也很值得你去排队要玩一次看看。然后就很兴奋，想说，因为新加坡没有啊。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买了快速通关也没有哆啦 A 梦，我就想说，好，没关系，那个我就唯一就是排的时间就给哆啦 A 梦这样。后来发现，哦，在我去的时候，哆啦 A 梦已经关了啊，它是限时的，时间限定，它已经搭时光机走了。就跟我们法金的团购一样，That's right, that's right。为什么人都会觉得有些事情，它应该就是会在我要去的时候就是会在啊，我要买的时候就会有啊。好像我们都需要就是想到就要去做，因为有时候也是
比如说我看到某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想要限动分享，我就觉得，可是我上一则限动才没隔多久，我不要这么快就连续分享好了，那常常我就会忘记，对啊，最后大家就没有看到。就像有时候我在滑那个 IG 影片，然后日本的店员会教很多小 tips 的穿衣服方法，比如说很长的衬衫，光是把 T 恤或衬衫扎到裤头，他们有大概十种扎法，就是或是那个扣子这边先穿这边，这边穿这边，这边衬衫的尾巴卷起来，从我的皮带洞里面插过去，反正有各式各样让你扎进去又不会一坨的小巧思。然后每次你在看那影片，就觉得说这个我应该记得起来吧？那不是这样穿过去吗？这个应该不用存吧？我跟你说，你永远你就是永远记不起来，你就是要按典藏，一定要存起来。对。而且可能未来那个我们的存都要有更多更多的分类，餐厅的分类，然后出去玩的分类，对对对，然后餐厅的分类开始再细分中式的分类，台式的分，我觉得明太太可能做到这样，东区的分，然后开始从地点分台南东区的分类。然后我记得之前忘记看到谁分享说，看看我的台湾地图，然后他存了很多可能要去的星星，他根本看不到台湾，哇，存太多了，我觉得那也是太疯，那也是太夸张。之前好像有说什么跟某一个吃货是芊芊吗？就是跟他出去玩，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找不到餐厅，因为他就是插了一大堆，就是可以去探索的地方，真厉害。我要代替月亮，好好惩罚你。这个版本呢，来自于桃色幸运草 Z。小小恋歌的版本呢，来自于高木同学。
动手把你一律哟，会一直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哦。只要你锁定飞碟联播网，锁定我们的飞碟有一点，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3点，在空中陪伴你2小时。说到了一周大事，说到了陪伴，你有订阅我们的频道上班可以听吗？就是之前呢，很多人一直在问我，在妹妹爱漂亮的时候也会问，就是你的空空想到底什么时候会登场呢？这也是我们的一周大事啊，应该算下一周了吧，因为星期天是下一周。哦，你是这样算的？对啊，嗯。对，星期天是新的一周开始嘛，所以星期天的晚上我会上今年，其实今年在介绍的已经是去年的空空赏了，这样子，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的史诗长片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天元静之的 Traveling， 美妆猴子的一生。Thank you.
找到新闻了没？找到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吧，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年薪百万，是不是？是不是？怎样？内行土的神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不会就是支出少一点，存钱多一点。不是啊不是啊，年薪百万欸，年薪百万、欸、年薪百万，你就算赚的再怎么样少，你那不会是要去斜杠多一点吧？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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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想，再猜猜，还要年薪百万，怎么样四年就做到呢？投资理财也不是，那个不是薪水嘛。他说的神关键是你工作啊一定要懂得跳槽。哎哎，生气啦生气啦，这需要内行人铺神关键吗？别傻傻的守在一家公司啊，你看这对我们啊整间录音间三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实用啊。我们都没有跳槽啊、哦、所以我们的薪水也都没有变啊。哦，谢谢谢谢哦。嗯，讲完了，是神关键啊，对吧？哦，感恩哦。嗯，我们来听听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是你的双眼。
整点的时候呢，就是提醒大家要起来动一动啦，让你的身体活络一下筋骨。整点报时过后见喽。